好了，那刚刚是复古跟最新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欸、我们后面的歌就是我们上次的主题嘛，对。对，不想上班。不想上班的主题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上班族，对。然后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受尽欺凌，然后周末的时候要出来喊一喊，所以我们唱歌都要用喊的，这样让大家有那种释放的心情。然后这首歌谁选的？印象中是。Sabrina 选的，对不对、啊、是你吗？是我选的吗？你是说开歌还是选歌？选歌，开这个歌是你选的。选歌是 Sabrina 选的，开歌、啊、我记得开歌是你选的。哦，我选的是下面后面那一首了，等一下那一首。不想上班，对，我就是不想上班。这首是那个 Sabrina 选的，对对，我们的 keyboard 首选。要讲他的故事吗？好，不用了，就是不想上班。上人生就是不觉得我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上班？反正歌名叫不想上班，我想大家上班族应该很有共鸣了。没错。啊，周末真的不想上班。上班族现在下午三四点听到这首歌，没错。来这边喝个咖啡，然后听我们唱，然后等一下后面又会一首比较可以抒发。然后回去就打开电脑点下去。好了，来了，就来这一首，开始啊。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？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？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？鼓起勇气只敢踹死蟑螂？好想回到青涩的时光 ，Michael Jackson 陪我超客逃亡。好想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，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。让我疯狂，让我意气嚣张，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，那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。毅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。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对不起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。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，我只想要吊吊郎当。哦哎呀哎呀那鲁啊那鲁啊，我才不要25就挂掉，整天埋头苦干，把薪水才下降。我才不要每天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早睡早起上班，就像七七空战。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，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。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，痴心妄想带走入土为安。让我疯狂，让我一时嚣张，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，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，毅然决然要跑到泰国吃西餐。我不想上班，对不起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。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，我只想要给我的让当。我哎呀那咿呀那鲁湾那鲁湾，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那咿呀那鲁湾那鲁湾，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对不起老板，老板我不想上班。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。对不起老板，老板我不想上班。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，我只想要吊吊郎当。哦哎呀呀咿呀那鲁湾那鲁湾，哦哎呀呀咿呀哦哎呀，哦哎呀呀咿呀那鲁湾那鲁湾，哦哎呀呀咿呀，我只想要吊吊郎当。哦哎呀呀咿呀那鲁湾那鲁湾，哦哎呀呀咿呀。
比较有共鸣一点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想上班，不想上班的就想拍手。对啊，这首歌是真的是为了上班族，为了上班族而选。然后这接下来这个也是，就 Sabrina 挑完了这个不想上班之后。